最后一个位置。胡文轩，胡文轩，林玉植，展宇，博远。介于第三阶段出色表现，艺术指导团推荐进入下一阶段的训练生是邵浩帆。哇，恭喜，可以。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训练生是邵浩帆。邵浩帆在表达上特别有情感，对，能够抓住观众这种心态，有观众缘，他特别有观众缘。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，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。感谢艺术家拉我，谢谢拉我。然后这四个月对我来说真的是一场梦，就是我在梦里玩了乐队，喷了火，在沙洲里还失落过，也没有浪费时间。然后感谢合作过还有没合作过的兄弟们，你们真的在我的青春里留下了一段特别美好的回忆。最后我想跟我的父母说一句，离家那么久让你们担心了，我们总决赛见。